名義就入咗嘅，玉龍紅印搞掂。好啦，最後集啦，睇嚟大人物啊！今日嘅第三場賽事啦，三班洋賽嘅另一組啦，跑千二米嘅都係。好啦，隨死步啦，準備，準備。好啦，咁一呢半嘅時候咧，出得都係好齊嘅。咁前面快少少咧，咁就外檔嗰邊啊，赤龍區大人物啦，中間玉龍紅印都快啦。淮南嗰邊金皇冠咧，前面嚟嘅，然之後咧仲有名義啊、澳式輪盤啊，外檔埋跟住天蠍唔夠快。後啲低位置嘅馬先見到咧，仲有豪雀啦，咁落檔江河小寶係咁騎上去啊。然之後個馬咧先見到克拉姆啦，後啲位置咧仲有道翼有道啊。咁啊，暫時墮得比較後啲咧，女神啦，咁同埋咧就暫時喺尾咧就係有呢匹喜事嚟嘅。入彎嘅時候諗前邊咧搶咗輪之後，帶緊頭嘅大人物埋到嚟喎，玉龍紅印就跟住佢噶啦，抱住第三位嘅咧，暫時咧就呢一隻一路騎住上嚟嘅咧，就呢只赤龍區啦。然之後我當冚到上嚟嘅馬咧，仲有咧先就係呢個嘅澳式輪盤喺佢後邊位置啦。鐵欄嗰邊就金皇冠嚟噶，咁然之後走出我當嘅權限啦，掟出我當上嘅馬咧，仲有咧就天蠍嗰啲馬嘅入對之後，直路嘅時候前邊仲係大人物帶緊頭玉龍紅印咧，話撳住都拍到上嚟噶啦。跟住佢上緊嚟嘅馬咧，仲有權限啦，咁出緊嚟嘅馬咧，仲有咧先就係呢只赤龍區啊，大個檔冚緊上嚟就江河小寶啊。佢最二百米嘅時候，前邊咧玉龍紅印走出嚟先噶，後邊追到上嚟我當。比較勁啲係江河小寶啦，咁中間就權限咁樣嘅，但係前面玉龍紅印阻擋收勢，江河小寶追佢得追唔追到啦？過咗第一名嘅結果啦，江河小寶睇嚟到先啦，江河小寶第一，第二名玉龍紅印，第三名權限啊，第四名咧先係赤龍區啦。江河小寶啊，結果咧就喺呢一度啊，憑住咧即係喺綁輕啦，賺少少跑法啦，綁輕係咁贏。你好多快馬咧，你要咁樣圍先得，咁啊結果佢贏咗啦。啊，玉龍佢犀利喎，佢都算好快馬，搶乾曬咁多隻喎，結果佢第二。咁第三就結果係呢只權限，權限有第三啦，第四咧就睇嚟都仲係赤龍區啊。終點前嗰步過咗，江河小寶嘅贏。咁啊，以為呢一隻玉龍紅印都到啦，咁啊，結果俾呢只江河小寶最後五十到啦先過到佢。哎呀，只馬跑得咁有啲一半都冇咗嘅澳式輪盤嗰邊啊！是不是有事呢？喺直路中間呢咁厚嘅呢一度先，啲鞍好似鬆鬆地，好早已經冇乜話點嘅，嗰邊話就鞍拋起咗，個鞍係向咗後滑，係啊，應該係鬆個鞍啊，因為好早冇騎噶啦，佢應該係，因為見佢轉彎嗰度想取位之下咧，佢啊縮翻住啲缰绳，唔知咪嗰度 check check 啦。好啦，結果巴度啊，唉，難殺氣輕磅殺手，江河小寶十四八。第三名就十二，權限。第四名就七啦，應該係。咁啊，都守得好靚噶啦，只玉龍紅印咁啊，俾個大人物喺前面放咁啊，守住好位，直路一度透出。佢個速度啊，快過呢扎馬。係，即係可惜就佢攞唔，佢即係佢早段唔係話貼到欄啊。如果佢早段前面唔係有隻馬，佢自己慢放可能仲好啲添，應該。其實佢出閘嗰下咧，我見到阿 B 五活就好早已經定住嘅。其實佢可以再積極啲攞條欄先。即係削弱咗其他對手的機會先啦。我而家都翻到嚟嘅第二嚇。嗱，但係結果就益咗十四號嘅江河小寶啊。咁呢件彩衣就都熟噶啦，大家都熟噶啦。賺啲跑法，賺啲形勢啦嚇。佢因為佢唔需要同你話喺前面爭大頭。喺中外檔啊，衝衝下啊，以為好似。仲爭啲喎！其實睇只八冇轉弱㗎，其實都好嘢㗎，只八真係佢都仲有啲力，我諗係真係個讓磅方面啦。咁就爭咗相差四磅啊，兩者少少啦，即係唔係爭好遠，唔係爭好遠。但係前面耗嘅力就肯定八多啲㗎啦，你一因為計都計到好多快馬㗎呢場。咁八又始終上次係贏一千啫，呢度千二就。即係可能都係爭咗少少，咁之後咧，不過呢啲歐洲馬都，不過我諗你好多里程，即係我哋今日轉播啊，你十四再遇只百里唔敢唔搞得佢，即係你跑多一場半場啊嘛。不過點都好啦，今日就搞掂咗佢先。係啊，小寶贏咗先，係咯。咁啊，邊會就起馬不成？俾呢只偷到，但系邊個睇嚟今日都唔錯啊！佢都有馬贏之外，仲上名都得嘅喎。係啊，咁啊，今日咧暫時嚟講咧，田泰安就正啦嚇，已經啊當地就贏兩場，喺我哋轉播嘅場次係贏其中一場。一陣再睇下澳式輪盤係咪真係滑完？應該佢好早停咗騎㗎啦，應該係滑咗安啦，估佢啊。頭先過終點嗰個安就褪咗後邊嘅。反而呢啲低班賽事咧，阿文羅啊，甚至阿道翼咧，就冇乜坐騎啊！你見到
要去到陣間即係啲獅城杯啊，道逆可能因為佢騎輕磅好似就比較難啲㗎嚇。文羅就騎都輕磅嘅，文羅就文羅今年就喺嗰邊個成績就中上游位置到啦。佢就其實近年佢都好少上到最前㗎，中間到啦。近年那邊好一點，就你看到道逆啊、羅達啊，主要是道逆、羅達這兩位啦，好少少的道逆差不多就穩佔三甲的，近年都看到現場朋友都有些朋友是擔著一把遮，都可能真的有些毛毛雨了，看看一會會不會又轉刮，是啊再轉就不太好了，再轉再濕一點了巴道啊，今日都喺新加坡。咁啊，陣間嘅獅城杯佢都有坐騎噶，創利多啊，佢會有。而家都走咗去呢個位置拉頭馬，可能都係有啲雨嘅關係，有啲個落雨事啦。因為如果唔係喺出邊噶啦嘛，頭先田泰安贏馬都喺出邊。睇個暫定名次啦 ，S 1嘅第三場賽事啊，跑第一名係14號馬嘅江河小寶，跑第二名8號馬嘅玉龍紅印，第三名12號馬權限，第四名咧就7號嘅赤龍區。Definitely, I mean, you get a world class jockey here. Definitely good. 阿文連馬斯莫質倫啊，He would have been happy with the early pace, and he was going to come over the top. I hope so. Thank you, Larry. I'll follow the jockey in. Well done. 啱啱聽到兩句嘅啫，真係揾到遮擋就聽。都是話巴道可能啊，發揮都好啦。都係讚騎師。其實主要都話佢早段守到個好位嘅嚇。咁啊，不過呢個其實個形勢都計到嘅。佢係排啲中內檔，佢又會係有啲前領馬遮住佢嘅。咁佢係識比較係少數可以追到上嚟嘅馬，因為頭先都講過好多帶頭嘅馬嘅頭先嗰場馬。係啊，第三場賽事都有呢個正式派彩啦，福榜完畢派彩作實㗎啦。跑第一名14號馬嘅江河小寶，獨贏派83.5，位置派21蚊。跑第二名8號馬嘅玉龍紅印，位置派15蚊。跑第三名12號馬嘅權限，位置派130蚊。跑第四名係7號馬嘅赤龍區。三重彩14號、8號、12號派13414蚊，單貼就派2539蚊。八搭十四嘅連贏位派206.5，位置 Q 就派79蚊。十二搭十四嘅位置 Q 派409.5，八搭十二派358.5。四連環派11947蚊。四重彩14號、8號、12號、7號順序派299078蚊。睇埋個孖貼派彩啦，派228170蚊。咁啊，中唔曬喎！都有多寶累積喎，去到下一次嘅粵陽轉播嘅海外賽事日啊，我將會有136901蚊嘅多寶。葉心打俾啦，好快啦，下個禮拜啦，下個禮拜好。下個禮拜好睇啊！葉心打俾啊，有葉心打俾啦，賽日入邊亦都有呢個機位2000，係啊，亦都有日本嘅賽事添，係啦，樣都有啦。